琳琅。尊敬的各位嘉宾，尊敬的各位家人，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啊，接受我们吕丹老师的邀请，第三次的来到我们沈阳。来前的这啊头两天才得知，原来我还赶上一个张灯结彩的大喜的日子。非常荣幸，但是也非常惭愧。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好。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我之所以现在最近这几年在全国各地利用节假日到各地去讲课，最主要的它是得益于我在五年前学习了王善人的思想。相信呢，我们在座的大家有好多人都知道王凤仪老先生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啊，大家都在学习王凤仪老善人的思想。而王凤仪老先生能够真正打动我呢，就是当我看了他的《化性谈》《言行录》《家言录》的时候，我被他的一生的行持所感动。因为王凤仪老先生他是一个农民，他生于1864年，死于1937年。他的一生，他没有上过学，他家境贫寒，他不识字，但是由于他的一生，他笃行忠孝，他干每一件事，他都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所以他的一生自己所创立的王凤仪思想体系应该说是通过他自己的格物所得到。当我看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人，我真的心里头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就像我们习主席说的，我们中国是一个有历史渊源的国家，我们中国的文明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了。历代的圣人用王凤仪老善的话说，纵观历史，神圣先佛都是人成的。那么反观我们自己，我们也是人，那么人家能成，我们为什么不能成？而恰恰王凤仪老先生给我们示现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不曾识字，未曾读书，他没有老师，他也没收过徒弟。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孔圣人当年弟子3000，72贤人，他只教了男人。而王凤仪老先生，他通过自己的格物，他感觉到一个国家要好，需要有好的国民。那么好的国民从哪里来？一定是好妈才能生出来好孩子。那么好妈从哪里来？那么她一定结婚的时候是个好媳妇。那么好媳妇又会从哪里来？那么我们的王凤仪老善人他继续格物，他后来格物出来，原来好媳妇她在娘家的时候一定是好姑娘。所以在100年前，他在我们中国，他毅然决然地提出姑娘是世界的源头，而夫妻是人伦之始。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当他格物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去创办女子义学。而通过我们了解王凤仪老先生的一生，我们能知道王凤仪老先生的一生，他35岁明道，74岁归天。在他短短的30几年当中，他
他创立了女子医学776所，他创立了养老院、怀少院、心理疗病诊所啊、幼儿园，创立的这些个1500多所。用我们一个大师的话说，他的功绩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孔老圣人。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王凤仪老先生。但是我看了以后，我非常的高兴和激动。为什么？因为我是医生。王凤仪老先生他是一个农民，他因为自己生气得病，但是他通过看了杨柏的给他讲的三娘教子的故事，他自成而名，他一下就悟到了，原来古人是争罪的，今人是争理的，贤人是争罪的，愚人是争理的。他一句话就能把我们就给说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不稳定，家庭不和睦，身体不健康，原来都是生气上火造成的。那么当你要明白这个了，你能够做到不争不贪，不着急，不生气，不上火，不抱屈，不后悔，不怨人，你不单的能够不得病，并且家庭和睦，用王善的话说，人要能做到这8条梦，成圣成贤成佛做足，有富裕。所以我们很多人学佛学道，很多人学中国传统文化，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渊远，中国的文化渊远流长，很多知识分子科学家学了一辈子，到最后得病死了。科学家也好，政治家也好，还是经济学家也好，再怎么有钱，再怎么有学问，你挡不住得病。所以王善的一生太伟大。我是一个医生，我学的是西医，但是我学了西医，我看到病人我不能给他治病。我看到我的同学，我大学同学也是学医的，跟我分配到一个单位，他却因为肝癌，他得了肝癌，在46岁的时候，我就亲眼看着他在我的眼前死去。这是我经历的，包括我自己的母亲也是一样，他有病我们不能治，我找我的同学，在中国那是数一数二的专家，我那同学告诉我没治。我上医院去，我说你，我求他们，我说你们就叫我母亲住一回院。他说哎呀，不是不让你住，住了医院我没什么好治的，我天天给他输点液，你说这不糊弄人吗？所以西方医学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而我做一个医生，我看到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同学、自己周围的同事朋友病人在我面前就这样痛苦的死去，我无计而施。作为医生我是惭愧的，我从小就想当一个好医生，但是我看到了这些病人，我无计而施，我真的心里可难过了。但是我学习了王善思想，王善思想，王善在书里告诉我，人如果你不争理不争罪，你如果把错都揽在自己身上，你不但身体能好，家庭能好。所以家庭好了，社会就好了，多么简单呢？所以当我发现了王凤仪老善人所讲的五行性理疗病的方法，我真的欣喜若狂。但是我是西医，我开始是不信的，因为一个人得病怎么可能不打针不吃药不用任何手段他就能好病，我开始也不信。但是我比大家好的是什么？是我是医生，病人会主动找我，所以我就有了实践的机会。所以当我的同事他得了慢性胆囊炎的时候，
我就把我背的善人的书，我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得病了，你得病了，你那慢性肝炎，你那个胆囊炎，我说我看了一本书，要搁在以前我没看王善人的书，我就会给他开点消炎药，或者我给他输液，这也能好。但是我看了王善人的书，我就感觉我先拿他试试，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病试不好，他也无关紧要，反正他也死不了人。所以我就说，我说我看了一本书，这书上写的慢性胆囊炎是和对象生气得的。我这一说，他听了以后，他哈哈哈大笑。我心里纳闷，你笑什么呀？但是我越说他越笑，我越说他越笑。等他笑了老半天，他直起腰来，他告诉我，他说我们对象的慢性胆囊炎比我还严重。哎，我一听我就笑了，为啥？我一句话说对俩病人。哎，所以我一看，我就把我学习善人思想的啊那阵儿我具备的充分，我就把啊王善人说的啊夫妻啊怎么回事啊所谓的夫妻道，我给他讲讲，是吧？当我给他讲的时候啊，我一边讲他一边哈哈笑。等他笑了有半小时，他待会儿我还没讲完呢，我这刚第一个病人我意犹未尽，他可好，他直起腰来，他说魏大夫我走了。我说你怎么走了？他说我好了。所以他增加了我的信心。所以我希望是什么，来听我课的人啊，你一定要记住一个啊窍门。什么窍门？我在讲病的时候，你听我给人家怎么好的病，你就记住了。实际上现在我已经教给你了，慢性胆囊炎应该怎么办。哎，我们东北人就是聪明啊，一教就会。所以你就听我讲课时听这个，他慢性胆囊炎我叫他一笑，他哈哈好了，不打针不吃药他就好。所以你看，谁要得胆囊炎你就不用上医院了，干啥呢？你想玩逗他笑就好了。你说你是不是迷信呢？不是迷信，别看我是西医，我也看了一点中医书，因为我们在座的啊有好多我听说是中医医生，我说的不对您赶紧上台纠正我，别叫我说错了。中医书上说了，肝与胆相表里啊，肝喜调拿属木啊，它的性的肝与胆它属木。那么调拿是个文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肝和胆这个脏器它喜欢通达，也就是顺着。就像我们那大森林里头，你看那树，树长得越枝越大，它不许有疖子，它要一有个疖子，这树就糟践了。所以他喜欢痛快，那肝人素喜欢痛快，他长得直，那人要喜欢痛快怎么办？哈哈大笑。你哈哈大笑，你哈哈一笑，你不就气儿就通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啊？对，你们怎么不笑呢？笑谁不笑？笑了也白笑嘛。不笑白不笑。你就笑吧，更何况你看我们坐的都是红板凳，是不是？
那这样都大张灯结彩，又有喜庆事儿，那更得笑了。你王善说笑能装羊，不是装羊蒜啊，是装阳气。人就是阴阳，你看人字咋写，一撇一捺，一阴一阳，阳气多了没有阴了，没有阴就神仙了，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么回事？有人说你别讲迷信，这不是迷信，你都阳了，阴是人，阴就是这灯影，你要都跟灯泡一样没阴影，那就神仙，对不对啊？人要心里发亮，你自己你就是灯泡。所以你们咱我跟沈阳有缘啊，我告诉大家，我之所以学三人思想受益，我就应该感谢，真正要感谢的我生命当中的伯乐是谁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李杰李老。我5年前学完了三人思想，我跟李老一回答，李老告诉我了，你别走了，你不一样，你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这世界上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所以你们沈阳人真的，我对你们可羡慕了，你们守着李老这么近，你们都不知道。你就是千里马，你找不着伯乐，后来人家当普通马给你卖了。所以真的，你看李杰老人大家可能也都认识，李杰老人今年89岁了，过年马上还2月就90岁了，90岁高龄一生没病。每次我来东北来采访，李老这么大年纪每次到火车站接我，有的时候我是冬天来，一边下着雪，地上都是冰碴，李老在前头嗡嗡嗡跑，跑得比我还快。我害怕摔着他，我说你别跑别跑，他走。哎呀，真的。所以我啊，之所以现在能够出来啊，就是所谓的弘扬善人思想，都是得到像李老啊，像我们东宁安老院的那个赵老啊，啊这王老啊，都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为什么？他们年龄大了，他们没有机会把自己一生所学的这些宝藏来告诉我们大家，他们体力不行了。所以当他们看到我们年轻人，哎呀对这个欣喜若狂，哎呀一看我们想学，哎呦他们的心比我们还美呢，真的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出来在全国各地讲，我真的就应该感谢像李老啊，像咱们这一辈人啊，向您表示感谢啊，我也感谢我们大会的主办方给我这个机会啊，叫我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为什么？说句实在话，像这些老一辈的道德家，他们一生真的就像我们习主席说的，有钱就干大事了，干啥去印书了，叫大家啊学习了，啊没钱的时候在家里做好事。现在我昨天采访的祝勋天的儿子在家里头，大家到那去，我们看的心里可难受了，也是89岁了，住的7楼小小的一个房子，除了书没有别的东西。我的上次去的时候采访的时候，他桌子上摆的是烂的辣子，烂的橘子，我说这橘子辣子您怎么你买这个干啥，这都烂了你不扔啊，他说我敬意买的，诚心买的。我说你买这个干啥，他说我吃坏的给别人留好的。看着我心里难受，看得我心。你说他没钱吗？他是60年代大学生，
有钱，他一听说我要办幼儿园，他说魏大夫一定要办。王善说的从立人根，要教好国民，这个可重要呢，你去办吧，你办你出书没钱我给你。你看他省下钱来，他吃烂菜，他省下钱来他要给我出书，这都是我们中国的英雄啊。真的，一生没干过坏事儿，一生就是在那默默无闻的时候啊，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我采访那些老道德家啊，还有一个王老，一生临死的时候默默无闻，谁都不知道，但是一生自己的积蓄几十万全都用于印书了，是吧？所以是这些个老一辈的道德家，他们在背后支持我。所以真的，我一个企业的职工，我用一个俗话啊，就是都比我岁数大的人他知道，年轻人我说的话他听不懂。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哺育下茁壮成长的。比我岁数大的人，我一说这他就能乐，他都能笑。为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这个词儿。我真的是生活在新社会，真的是长在红旗下，对这些传统文化根本就没学过，所以我毕业了，我学的是西医，无非就是想给人看病。但是我学啊，通过学习王善思想，我才知道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做人，你把人做好了就行了。人为什么得病？就是做人没做好，就是做人没做好。为什么？有人说了，哎呀，我女强人。你女强人，那你丈夫为啥找小三儿了呢？你女强人这么好，你长得又俊，你们家又有背景，你们家也有钱，你也有本事开企业，那你丈夫怎么找小三儿了呢？他说，哎呀，魏大夫，我啥都知道，我就不知道我丈夫想的啥。你看你人字不知那一撇，当妈的你不知道那孩子怎么想的，当儿媳妇不知道婆婆咋想的。所以用王善的话说，你知道人的那一撇，你不知道那一捺。人不会做，你光有钱有啥用啊？你光有钱有啥用啊？现在大家看看，真的是我们到任何一个城市，现在公共交通发达了，大家都开着汽车，是不是？看看马路上车水马龙的啊，大楼越建越高，工资越挣越多，大家起早贪黑的在那忙活，忙活啥呢？一个目标就是挣钱。可是你知道你幸福吗？有钱幸福吗？你问问自己，有钱幸福吗？是吧？没钱的你幸福吗？有几个有幸福的？所以可以这么说，很多人我到各地我都问他们，我说你们幸福吗？啊，我上浙江义乌去，义乌那人告诉我，魏大夫，你来的太好了。他说我们这儿的人，大家知道义乌是我们中国的小商品城，那地方人，他说我们现在人趁一个亿都不叫趁钱。你想那人都这么趁钱，我说你们幸福吗？没几个会乐的，都在那咬牙切齿呲牙咧嘴的挣钱。真正我说你幸福吗？你不幸福。所以当我问他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幸福吗？就像我当我问他，你们知道什么是幸福吗？有人说了，哎呀，光棍就说了，我要有个漂亮媳妇儿就幸福了。
是吧？那女的就觉得我有个大款丈夫就幸福了，没房觉得有房子就幸福了，有病就觉得有健康就幸福了。大家说对吗？都对，但是也都不对。为啥？不全面。那什么是幸福？我告诉大家，我当我开了爱心之家，我接触到全国各地的病人，我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也别费时间，是不是？我就在这待一天，我就直接告诉你答案。我们那儿来了个病人，哮喘。我一问他，我说你怎么为什么得的病啊？他买六合彩，他要中500万没中，生气得的病。我说你中500万为什么？他说我中500万，我好过幸福生活啊。我说那你现在幸福吗？他说魏大夫，我现在才明白，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能痛快喘气儿。是吧？得了那个病，上气喘不了下气的时候，你才知道金钱不重要了，美女不重要了，房子汽车全都不重要了，喘气最重要。哎，我说的对吗？对，你们怎么不乐呢？标准，那你们在座的那都很幸福，为啥能听我课都能痛快喘气儿？你要知道这个幸福的大目标，哪有功夫跟人生气去？没有功夫跟人生气。所以我告诉大家真理，这都是我自己感悟的。为啥呢？因为王善不说格物吗？所以他喜欢格物，我希望大家学了三元思想，你也听完我的课，你也知道格物，遇到啥事儿格个物。有人说啥叫格物？我告诉你啥叫格物啊？格物致知是大学里一句话，孔圣说的。但是王善没学过这个，王善说格物就东北土话，就是遇事儿掂量掂量，琢磨琢磨。哎，遇事琢磨琢磨，就是别欠干。你，我们东北，尤其东北人，我不是说东北人坏话啊，我不能说的，就是我们天津人，天津人性子直。张嘴就说，抬手就打，太快了，没格物。造成矛盾，生气上火，是不是没格物引起的？你先格物完了，你再想是不是该打该骂，是不是？所以你这个你得格物。所以我也格物，我格物真是的。这些人为啥都得病？为啥？我现在明白了，原来得病的都是聪明人，得病都聪明人，傻的不得病。为啥你骂他一句他没听懂？你踹他一脚他没反应？这不像我们聪明人，聪明人你走到跟前你一磕碜，他说你看你磕碜什么？你在别这么大地址，你不在别的地址磕碜，你非到我这磕碜，你看生气了吧？你拿眼看着眼，他说你瞥我一眼干啥？你看是吧？你意思一张嘴，人家一说啥话，他说你骂我了。尤其是学佛学道学传统文化，不学还好点，学完更聪明，他就跟充了电一样啊。好多人还自己认为自己学的挺好呢，他说魏大夫，我不是不那个不能忍，他骂我，我学传统文化，我学佛了，我能忍。可最可气的是他骂我妈，你看多聪明，
我说你太聪明了，人家骂你你听懂了。你看连他骂你妈你都听懂了，你要他要骂我我听不懂。因为啥呢，我一看你干啥呢，你抻脖瞪眼又跳高，你干啥呢？哦，意大利歌剧。那意大利歌剧不就在那嗷啊嗷啊嗷啊半天，我也没懂。写的吧，难得糊涂，糊涂点多好啊，这么聪明干啥呀，聪明的都上医院了，想治病还没钱，想得了重病你给大夫要你那个钱大夫还不敢收，为啥，他治不了你病啊。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宣传片我看挺好的，他又不是谁在我们那儿给我录像，我正给讲讲啥，我说遇到啥事儿你就笑，哈哈哈一笑完了。哎，他给照成像了，刚才贴劲儿，但是我觉得大家把这个事儿记住了啊，不行我洗一个这相片发你们，每人一张。这钱我掏，我做功德不？一声一乐就得了。你看，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刘罗锅》，大家看过吗？看过。大家记住了那个主要人物是谁啊？你看你指定会说刘罗锅，你看这说明你不会看电视，你是带着欣赏。你看哎呦，看刘罗锅多调皮啊，你就看这个，你带着欣赏，你不跟我一样。我看，我告诉大家啊，我看刘罗锅，我记住谁了？我记住他老丈人了。哎，我一看这人挺好的，真的，三朝元老换了仨皇上都没换他，那他指定有可取之处。那他可取之处是啥？他有优点，你跟他学就行了。王大人说的。大家记住了，我在这讲课当中，我在这一天讲课，我只要是说王三说的，你就记住这句话。你就照他做就没错。王三说的修行没有什么难事儿，有人说的修行多难呢，哎呦，三步一磕，五步一拜，走形式，磕破腿，念破嘴，秉性不化，地狱的鬼。没有这么难，不是非得磕破了腿念破了嘴，修行就是看别人好你跟他学就行了，看别人不好你别那样做就行了，多省事儿。你看这多省事儿，非得在那哎呦念佛一下念好几万声，念完了嘴破了还得上药，该打架还打架。那念的干啥的呢？念的还不如别念了，歇会儿的。真的，我们那儿来了一个老师，啊，就我们天津媳妇儿，不能说咱的。我们天津媳妇儿那天上我那去了，说的魏大夫，我学佛学的可精进了啊。他说，哎，你打波州，我一去，我打恶气一下，我半个月不回家。你是学佛干啥？我说你不回家干啥？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成佛，多虔诚啊！你看念多好啊！这是可是回家我照一惹我，我那火腾一下上来，我一看桌上有个榔头，我拿起榔头就追他，要凿他。我说你不念佛都要成佛，你怎么又凿？
怎么想的，可是我来你们爱心之家我才明白了，原来学佛做佛和家庭生活是一回事儿，我原来以为是两回事儿。哎呀，我这一下我就明白了。我可感谢这老师了，我可感谢，我说哎呀老师，我说我得感谢你，我说我一直不明白那些学佛的学道的学传统文化都学得多好啊，是不是爹娘老子都不顾了，一心想学佛成圣成贤，我说为啥一回家就打架，我说我遇到您我才明白，原来你们把这事儿当成两码事儿了。学是学的，打架是打架的。那学完打架的绝对不含糊，拿榔头扔嘴让我打去。他说魏大夫我错了，我到你们这学完三思想我才知道我错了，原来这是一回事儿。所以啊我替希望大家听完了你也知道这是一回事儿啊。你别再当成两回事了，你这在一阵做义工作挺好，回家一看丈夫还没起，你怎么还没起，你看又打起来了，是不是？你学完了你带劲儿对我们好，你回家对丈夫也要好，对你儿子也要好，对公公婆婆更得好，这就学到了，这是一回事儿。你别再这样，哎呦可虔诚了，剩饭你也吃了，地你也趴着吃擦了，做得挺好，回家跟你丈夫打架拿榔头拿刀子，所以千万可别这么干了啊，现在我得先跟你声明都一回事儿。所以你看了刘罗锅，你学人家八贤王，你知道吗？那他为什么三朝元老换了仨皇上他都没换，为啥？就因为人家会做人。咋会做人呢？那皇上说了，你看你女婿啊经常犯错事儿，我告诉你这个差事，你这女婿再犯不好，我告诉你我削你俸禄啊，减你官职。他说啊，皇上喝茶去吗？洗澡去吗？他没听着。那皇上说，我告诉你这回你告诉你女婿，哎，这差事一定好好干，你要干好了我给你加官晋级。他说谢皇上。你看所以人家做了三朝元老，对官一日升，奖金一日加，咱是啥好话没听着，就听那个骂你那个，你说你这不人家越骂你越生气，所以你那腰就越来越生气越弯，腿越生气越瘸，最后就跟我们演员说的，非得把那逗号弄成句号不可。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什么了？当人家骂你的时候，你像听唱唱一样的，像听唱歌一样意大利歌剧；当人家打你的时候，像撞门框一样的，人家打你，你像撞门框一样，你就不着急了。你说跟门框你着啥急？我们天地媳妇儿就有一个耐着急的。他说：“魏大夫，你说这不对。”我说：“怎么的？”他说：“毛主席教导，他把曲解毛主席语录。”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要撞门框，我也得打门框。你看，他连门框都打，你说这脾气，你说多不好。我们天津媳妇儿不是咱东北的。我一看，你说遇上这你也得给说懂了呀，你说不懂那行，咱讲道了就给他说不懂。所以我告诉大家，都是那些我现在在外的讲课，都是那些老道德家他们嘱咐我的。他们说魏大夫，他们反正会看，可能他说哎，你以后会讲道，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讲道可别着急。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讲道你要遇上一讲，你三句话两句话就给他说明白，这人是馅饼，
他熟得快，讲道就跟大师傅一样，遇上馅饼了，那他听得明白，你遇上馅饼了，他熟得快。他说你要讲完了他还听不懂，你别跟他着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年糕。他得蒸八天，那小伙慢慢蒸的，所以你别着急。听懂了吗？听懂了你回家就实行去，你要跟你儿子跟你丈夫跟你婆婆的公公一说，他听不懂，听不懂他们就年糕，多蒸会儿。要有一点耐心啊，要有一点耐心，是不是？你要有一点耐心，你别着急。你说了，哎呦，我怎么这么倒霉？我生这家，我们家怎么这么穷？我爸脾气不好，我妈也耐打麻将，又耐跳舞，也不回家，也不管我。后来我嫁个丈夫，也是喝酒打牌，不骂坏事都干。我婆婆也刁蛮，你说倒霉事都叫我遇上了，你可千万别怨人家。真的，你千万别怨人家。有人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怨你自己。为什么？我是学西医的，那西医我们是唯物主义，是你自己上辈没修养好，德缺太大了，你钻你妈肚子里去了。你怎么不钻中央领导人他媳妇肚子里？你要钻皇后肚子里的，那你生下来还皇子呢，你赖人家干啥？这都是我拿显微镜看见的，你看那精子都谁游的最快谁才去的。你那以前你来这肚子里的，那你来你妈肚子，那你都是游泳冠军第一名，你第二名你都来不了。现在社会啊，好多人大不孝，可恨爹妈了。哎呦，我上学你不给我掏钱，妈没有，有还不给你掏，是不是？恨爹妈穷，恨爹妈没本事，恨爹妈脾气大，你赖人家干啥？有人说了，我妈生完我就没管过我，又嫁人了，那谁让你钻她肚子的？你赖人家干啥？我说对不对？真对假对？就是这么回事儿。这我是拿显微镜看出来的，你一个劲儿哇哇哇跑，我这拿显微镜能看见，这是唯物主义。所以说明什么？你要知道这事儿，那你就别怨了。你看我们义工老师背心上不写的不怨人吗？那都王善人发明的。王善人跟天接茬了，一看哦，每个人都不能怨，为啥？你的环境、你的工厂、你的家庭、你周围一切都是你自己感应的。这话不是我说的，王洪奇说的。因为我在各地讲课，我不得罪人，因为我小大夫，我谁也得罪不起。哎，我不像他大老板，趁老多钱哈。那他说的，您有光盘为证，我看了，王洪奇跟我，王洪奇老师跟我关系可好呢，你不信问他去。他说的你是大粪就遭苍蝇，是不是说我这话？你看你们都知道，你是鲜花你就遭蜂蜜，是不是？就遭蜜蜂，是不是？啊，对不对？你是鲜花，那蝴蝶是吧？那个蜜蜂啊，它就来了。你有臭味儿，人家可不就来苍蝇？你赖谁呀你？听明白了吧？别怨人啊，你别怨人。
修行人，我告诉大家，修行人，修行人，我告诉你最简单。我在，因为是老善人，我你看我挂名知识分子，我学完老善道，我可高兴。为啥？老善道都乡俗俚语，说的都大白话，一说老百姓就能听得懂。所以我采访那老道德家，老道德家就告诉老道德家就告诉我了，说的哎呀，修行，修行就，我告诉大家，你修行你就把自己当做马桶。马桶你说脏不脏？是不是啊？那倒屎倒尿的脏不脏？脏。我们人生来就有罪，是不是？所以就有贪嗔痴慢，是吧？有眼耳鼻舌身，那就有对应色声香味触，是不是？你有眼睛就爱看好看的，有耳朵就爱听好听的，是不是？所以人就有罪，所以人有罪就像马桶一样，那就像马桶脏，脏也脏，可是脏你每天刷。你每天刷，每天刷，你天天刷，你刷干净了，上头一点灰尘都没有，苍蝇也好，蚊子也好，往上一落，啪打滑闪腰了，下回他就不来了，对不对啊？所以毛主席老师说这话，他得把我这句话加上，就是你要是马桶，你刷干净了，苍蝇也不来。对不对啊？那我们这老师听懂了，你敢乐的没停。就说明什么？大家以前犯的错误，犯的错误过去了，就像那脏东西得到过去了，别再想了。有的人抑郁症，有的人强迫症，有的人妄想症，甚至有人精神病。为啥？他光想，哎呦，我八岁时候还踩过人家鞋呢，我十六岁还偷人钱包。你都想那个，你还不抑郁？过去事儿就别想了，你不已经做错了？做错赶紧忏悔，跟谁犯的错给谁忏悔，求得人家原谅就得了。所以就跟禅宗里的故事一样，小媳妇背过河，你就把它撂下就得了。你别小媳妇过河，然后你吹个糖人拿眼前光转悠，你光看他干啥？能听懂吗？哎，所以我讲课我得叫你听懂啊，你那对不对？你就别那啥。所以我爱唱一个歌，就是啥？看那《西游记》里头有个歌，我希望大家记住：敢问路在何方？敢问路在何方？路在何方？哎，这路在脚下，走好现在的每一步。别做坏事就得了，是不是？别做坏事就得了，勿以善小而不为。别以为这善事小，你说这善事太小，我不做了。别这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恶再小，它也是恶，啊，是不是？恶再小，它也是恶，是吧？就跟老鼠爬脚面上那一样，它虽然小，它看着恶心，最好别招惹它。啊，对对，善虽然小，善虽然小，荷包之木起于萌芽，所以善也是由于一个善的种子慢慢的发扬光大，这是毛主席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我为什么学习了善人思想以后，啊，我自己受益了，我就希望全国人民都学，乃至于我希望全世界人都学。为什么？因为我从父母在的时候，我想孝敬他们不会，可是我现在学会了，我父母走了，我再想尽孝没了。树欲静风不止，子欲养亲不待。你现在再想孝敬自己爹妈，爹妈不在了，所以怎么办？于人父如己父，所以把天下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把天下的儿郎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把这些兄弟姐妹教会了，把我们现在活着的父母爹娘公公婆婆孝敬好，我觉得这才是大孝。尤其是我是一个医生，当我看到我的同事他真的是这样，他肝癌肚子腹水，他
我说你换肝，他说我别换了，他说换了也得死，咱学医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我白花那几十万干啥，我还不如把那钱留给我老婆，留给我孩子了，我何必花个人财两空呢。我真的很佩服我那同学啊，所以他怎么办，他天天就靠个输液维持着等死，躺在床上拿着一个手绢就在这儿肚子上来回的叠着玩，干啥，等死。大家想想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们真的没经历过。我觉得我经历过，我才知道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人躺在那，亲戚朋友都围着一块，尤其我做医生的，我看着我的病人在那慢慢等死，欲死不能，欲活不能，这种滋味大家真的体会不到，多难受啊！自己的老婆孩子爹娘守着自己的儿子丈夫治不了，就好好的天天熬天等着他死，那心情多难受。所以我学习了王善思想，我真的感谢王善人，我真的学习了王善思想以后，我对于我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我非常非常的自豪。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龙的传人，我是中华民族的啊传人，是不是？所以我作为中国人，我很自豪。我们中国是出圣贤的地方，诸子百家，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啊，叫什么啊，叫啊，大家想想世界上的大的宗教是吧，啊，师道儒，是不是师道儒啊，啊，包括啊《黄帝内经》外国人没有，《道德经》外国没有啊，是不是？佛教是到中国被发扬光大，所以我们中国就有，到最后还有王善思想，我们确实是他的子孙，我们秉承着圣贤的文化，我们是圣贤的子孙，所以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受社会大环境的熏陶，我们就知道这么多的圣人的思想，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真的有必要去把我们中国的真正的传统文化啊继承下来留给后人啊，是不是？美国才有几百年历史啊，我去过非洲哪有衣服才200年，哪有我们中国这么文明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啊应该自豪的东西，可是历史的原因，我们现在孩子们都不学这个。我们中国是礼乐之邦，是吧？礼讲的是什么？礼讲的就是秩序，是吧？要长幼有序，礼，这就是礼的概念。乐是什么？乐就是和乐和解，本身我们就是一个和解的，但是我们是礼乐之邦，我们是和解的一个国家，但是大家想想，现在我们家里就夫妻俩人，你都不和解，尤其学佛的，学了佛他以为自己明白了，为啥？家里就两口，一个魔鬼，家里要两口俩魔鬼，家里三口俩魔鬼，家里四口仨魔鬼，为啥？你俩人你都不和解。所以你学完了王善思想，你才知道什么是道。王善说什么是道，道就是两口子，哪两口子？一男一女。世界这么大，这么多国家，无非都俩人组成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所以世界坏，坏在哪？坏在夫妻身上，世界好也好在夫妻身上。所以夫妻关系好，家和万事兴。就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说的，毛凤仪老先生一个农民，他通过格物，他格物出来，原来男人要立住三纲，要立住三纲，那他就是立住了天心；女人如果没有私欲，他就是立住了地心。所以天清地宁，生下孩子赛神童。所以我昨天去采访我们啊老人家的时候啊，朱寻天的儿子的时候啊，他说了啊，他就告诉我，他说我的
啊，外甥啊，就是从简结婚生孩子，23个月背三部经典，23个月背三部经典，聪明。那用老善的话说，男人动性发脾气，女人私欲过旺，是不是？那这就叫天不清地不宁，生一孩子糊涂虫啊！你真的是这么回事？因为你看看、啊，尤其上我们那去的好多孩子，现在中学的、高中的啊、大学的、研究生的，好多都抑郁症、精神病，什么原因？夫妻一问就是夫妻不和睦，要不就是父母离婚的。孩子为什么？孩子打小就恨父母打架，所以上学的时候提心吊胆，上着学听着老师讲课，心里想着我爹我妈是不是在家打架了，是不是又闹离婚了，离婚以后我跟谁去。头几天我们呢，从广东来个孩子十三岁来我这儿了，为啥？就在家里调皮不上学，小女孩不上学。我说你怎么不上学？他说我学不下去。为什么？他妈妈在4个月前离婚了，没过1个月他妈也结婚了，他爸也结婚了，哎，他爸还给他生个小弟弟。他说我们家挺好的，他们俩怎么忽然都结婚了？我找我妈去，我妈有个新爸。我找我爹去，我爹那有个新妈。他说你叫我怎么面对呀、啊、我跟谁过呀、啊、我13了。所以他上学上不下去，上我们那去了，上我们那去了。我就给他讲道理啊，我说你赖谁呀、啊、你啊，你爹妈离婚，谁让你钻他肚子？你要钻我妈肚子，我还多个小妹妹呢。那没事，我给你讲点道理，你就不恨了呗，你就好好上学了呗。他说是也对哈，那赖我自己，我不怨他们了。但是说是不怨了，他开始他就哭啊闹的，这不好好学习。他后来不怨了，在我们那做小义工啊，是吧，帮忙干点活啥的。在13岁他也上学上不了了，怎么办？可是当在我们那一听说到我们那看病的竟离婚呢，咱哪个一说，哎呀我离婚了，我怎么地，他犯什么错，哎呦给那孩子恨得咬牙切齿。我一看，我说这不挺好的吗，怎么又哭了？他下来，他说魏大夫，我虽然那次忏悔了，我过不去这劲儿，我看他们谁离婚我恨死他们。真事儿啊，这小孩这刚回家上学去，他就是在，为啥？你再说怎么好，你不是他亲爹亲妈，所以他觉得我一孩子我招你们了，是不是？你们俩离婚了，你离婚了我上哪去？我跟谁都不行。所以他13岁啥也不会，你说他能不恨你吗？那孩子打13岁就恨，那长大了他会是好人吗？所以我们啊，做夫妻的，你一定要好好学习王善思想，一定要好好学习王善，这是王善人他格物出来的啊。夫妻就是天地的心，是不是？因为好孩子是爹妈生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啊，有老师，我听说要从简结婚啊，这事儿本来我是那个没有资格评论人家，因为我也才岁数这么小啊，我希望那老人家给他做证婚，但是他非得要我做，我说真的很惭愧。啊，但是在这里呢，正好借这机会也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这是王善人当年提出的。王善人当年提出的叫先天结婚，可是呢后来他儿子王国华就觉得你要提先天这字是不是有迷信色彩，怕当时政府不允许，所以就给他改成了从简结婚。所以这个大家要弄清楚啊，所以学习什么一定要弄清楚。那什么叫做从简结婚呢？那从简结婚就是说，做女人的结婚以前不找娘家要陪嫁，不找婆家要聘礼，结婚的形式简单就得了，不去宰鸡宰羊的大肆拜酒席去。为什么？那是造阴命。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是吧，现在尤其是中国现在刚刚的从穷日子过到了富日子，用他们时髦的话说现在进土豪，是不是好多人都是暴发户，为了弥补对孩子的一种缺陷，所以弄豪华的汽车，是不是弄豪华的婚礼，是吧？但是你想想，王善人当年100年前就告诉大家，做姑娘的要做两头德，德是道德的德，不能做两头蛇。什么叫两头蛇？现在的女人打一打小，大家想想，生一个女孩子打小就被爹娘宠着爱着，被哥哥弟弟哄着，因为你小一个小女孩，你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事儿。可是吃好的穿好的大家都记着你，让着你，好容易你长到18了19了上班了，挣了钱不给自己的爹妈花，干啥？留着自己结婚的时候当嫁妆当陪嫁。有的时候你挣这几年钱连陪嫁的钱都不够，现在要陪送汽车了，要陪送家具了，是不是一弄几十万就出去了，根本自己挣不够这钱，怎么办？临结婚还得坑自己爹娘一头子，后来还得照国家去要房子，要这要那，要几十万。用王善的话说，王善在100多年就说了，与其说是建立一个新家，不如说是拆散了两个老家。所以好多好多做父母的为了孩子结婚，现在成了房奴，贷款买房，60了退休了还得要贷款买房，甚至借款买房。头几个月我上长春去讲课，接我的是一个婚庆公司的经理，当我说到这段的时候，他说，哎呀魏大夫，他说你以后讲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讲讲这一段。为什么？他说我是婚庆公司的经理，我现在就给大家办婚庆。他说现在这社会太坏了，好多人为了金钱为了彩礼，哎呀，谈了多少年的朋友到结婚那天，也许上午刚跟我签完合同，下午就告我取消，我不结了，为啥离婚了。甚至有的那人家里没钱，为了娶这老婆在家里贷款结婚，贷款把自己一年的收成，把自己那啊自己家里的爹妈的房子都抵押了，然后给孩子办婚礼。大家想想，你哪有那德行啊？学习王善思想你才知道，一切都有天定，人吃苦受罪是有数的，吃多少喝多少享多少福，一个人都是有数的。你自己没有这福分，你把爹娘的福分都弄到你这儿了，你这不造了阴命了吗？最后你一定会坏的。所以你阴命大，你罪就了不了啊，大家不知道。所以我们世风的坏，大家看看那些个婚庆公司，到了那个到了酒店去吃那饭，好多鸡鸭鱼肉被宰了，好多大米白面全都无端的浪费了。我们中国是人多啊，是物寡，但是我们好多粮食都是进口的，我们好多油都是进口的，我们国家为了这个费了这么大的劲，我们盲目的都浪费了，所以我们在造罪，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老善人在100多年前就提倡从简结婚，处金立业。当年善人说这话的时候是1914年啊，到我们现在就差这么几十年了啊。善人当年就这么说的，他说我现在干的事儿你们大家不当回事，他说100年以后全世界都得行我的道。所以真的我们大家要学学，你想每个人要知道惜福，你自己把自己的福存住了啊，是不是？因为什么？世上的万物都是大家生产的。你说了，我农民种粮食，农民种粮食没有太阳没有地你也种不了，没有人产生化肥，没有人去耕种它也不行。所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不能盲目的去浪费。现在我们的浪费是不是惊人？所以你
你自己在造阴命，把父母的福分你都提前享了，而父母你结婚了，父母替你还账，你说你是不是在造孽？这是尽孝吗？所以我们啊，也借着今天这个啊大会，也跟大家说，我们真的要向我们啊一会儿要结婚的这对夫妻学习，干什么？不要聘礼啊，不要啊陪嫁，就是一个简单的形式，就是喜庆的日子，大家哈哈乐就行了，是不是？以茶代酒，欢庆就行了，是吧？有人给你见证，确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我们互相夫妻之间。好的，是吧？我们夫妻之间，我们夫妻之间互恩互爱。用王善的话说，男子娶妻不管妻啊，叫领妻上道；女人嫁夫不累夫，要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是不是？这就是为天地立心。王善说的翻世界，翻什么？就是翻人的良心。夫妻之间不要恩爱，不要过火。怎么叫不爱过火？你说我爱你一万年，你爱你一万年，下辈还爱啊？下辈还爱啊？还拖轮回啊？你这辈子遇上善法了，你下辈子能保证还遇上吗？所以你别太爱，干啥呢？啊，这辈子干好就行。把这辈子干好就做丈夫的，领妻不管妻。就像王善一样，王善娶媳妇儿他也不明道，当王善明白女人要出苦就得学知识学文化，所以他把他38岁的老婆啊，他要送她去读书，劝一次不成，劝一次不行，劝3次还不成，还不成，王善就想办法了，是不是？就问他儿子，他儿子也反对啊，我妈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叫我妈上学呢？那王善说了，上学是好事是坏事啊？他儿子说，那上学当然是好事。他说，你还是他儿子了，你妈要干好事你怎么不同意呢？你看人王善的智慧是不是？那儿子这关过去了，那马上就劝他老婆，那你得上学啊，你不上学能不能出苦啊？他说，我38岁我上学多丑啊，是不是？人不好面子吗？我上学多丑，丑啥呀？你不上学你能出苦吗？是不是？他说我这么大年纪，你怎么大年纪啊？你今年38了，那明年多大了？他说明年39了呗。王善说，那明年要37咱就不上了。一天一天大了，一年一年大了，再不学晚了。那所以怎么办？那三人被三人一说，那没理了。你看怎么骑毛轮去呗？他在毛轮上不乐意去呀，一边骑着毛轮一边走，一边哭。哭啥？我这么大岁数，我还上学去，多丢脸！王三人牵着毛轮一边走一边乐，乐啥？翻世界造大同，女人要出苦，从我们家开始了，是不是？一个农民胸怀全世界，所以当他老婆到了那个学习的地方以后，心里想着坐毛轮还想着啊，你叫我去我就去，明天一早我就跑过来不学。可是你不想王三人干啥呢？王三人天不亮牵着毛轮回去了，他老婆人生地不熟的，想跑跑不了了。一看怎么办？学呗，学了就受益了，是不是？学了他就好好学，学完以后后来当了老师了，一个月挣8块银元，那就把孩子养了，那一下把王善身子拖出来了。那么他老婆作为一个农民当成了教员，是不是叫人罹难了？身子不去种地了，他不是当教员了，是不是你吐苦了？所以这是事实，这就叫领妻不管妻。王三人就讲到了，王三人守坟的时候啊，守坟已经守明白了，他回来他就跟他老婆跟他孩子说了，我是从佛国来的，我要做佛国的事儿，就为大众做事儿。谁是天呢？众人是天，我要为众人做事儿。我生来这个世界我不是为你们俩服务的，以后我不管你们俩了，你同意吗？他老婆不知道啥事儿啊，啥意思啊？不知道。他说你要同意我就这么干了，你要不同意，我就饿死了，我活得没意思了。
他老婆一听他都快饿死了，算了，你就同意吧，勉强同意了。可是三人在讲道的时候，大家知道咱东北是不是一到大雪天是不是怪冷的啊，冰天雪地的，三人讲道都上外讲去，那他老婆也不乐意啊，怎么办？一听有人请王三讲道，把鞋藏起来，把鞋藏起来。王三有招，干啥？知道，哎，一找鞋，下地下不了了，没鞋了。哦，一想，老婆藏起来，不乐意去呗，不乐意让去呗，怎么办？假装找鞋，去转一圈，假装找找，然后歇会儿，过一会儿再找一圈。再找一圈，找不着，找不着也不着急。你要像我们着急了，你藏我鞋干啥？那打起来了，是不是？生气上火了，回来难支架了就。毛子也不着急，毛子干啥？转一圈歇会儿，待会儿再转一圈，转三圈。为啥转三圈？毛子说了，人是三界生人。啊，人是三界生人，天赋于人以性，叫天性；地赋于人以命，人名。啊，父母和合给了我们人的身体，人是三界生人，所以劝人劝三次。所以对他老婆教育也这样，领妻领三次，我转三圈干啥？把他，你想想，大家想啊，他第一圈转，他老婆是不是心里想，呵，你早些就不给，是不是这么想？当他找第二圈的时候，老婆心是不是就得动？你看他都找一圈了没给他，是不是心里就有点得意了？当找到第三圈的时候，一想找不着他还不着急，是不是他老婆就会放松警惕了？你看都找三圈还没找，是不是放松警惕了？当这是什么善领妻的窍门？我领你，我领三次，我不管你，我叫你性心身三界全化。到这个时候，到了这个火候，干啥？抬腿就走，光脚丫子给人讲道去。但是知道结果吗？大家想想，他老婆藏的鞋是不是因为他爱他丈夫啊？所以当这三次他都没动脾气，那他一看他丈夫光脚也给人讲道，他一心疼他丈夫，是不是会把那鞋拿着？哎，鞋在这儿呢，是不是会这样？这就叫领妻上道，这就叫领妻不管妻。所以大家看完善书，你得会看，是不是？是不是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你得把每个故事看古了。看善人怎么做，我们也这么做，咱别一不如意了，你怎么回事？咔就打，是吧？就打就骂，是不是？那样互相生气上火。用王善的话说，男人打女人这个罪孽是最大。为什么？女人体力小啊，身体弱吧，她打不过男人，所以打不过男人，当男人骂她打她的时候，她就会把这恨气恨到心里。如果遇上一个小心眼的，他就想，呵，你现在打我，你等着，等你老了，等你有病时我再收拾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法？真的会有啊。我们遇上一个精神病老太太，我一说这个，他说魏大夫你说的对，我就这么想的。你看他恨丈夫恨成了精神病啊。可是最大的危害不在于恨在这儿，是因为王善人通过自己的格物，他格物出来，怨恨恼怒烦，就是五毒丸。吃半丸就得病，吃一丸就要命。所以你生完气了，你生了这个恨气，当你在怀孕的时候，会把这恨气注入到孩子的相应的器官，所以就会给你生下来脑瘫的孩子，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先天性肾缺损的孩子。到时候你孩子得了先天性心脏病，你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追其结果，原来是夫妻互相打架引起的。做媳妇的在结婚以前恨丈夫恨婆婆恨爹妈引起的。所以这是我每次去讲课的重点。为什么？因为我是医生。当一个家庭生了脑瘫的孩子，生了先天性疾病的孩子，真的不好治啊。
可是我们有王善的思想，我们如果提前把这些话都讲给那些未婚的夫妻听，叫他们都生好孩子，这就是王善所说的去习性化秉性圆满天性啊，从简结婚啊，处金立业，最后干什么？要缔造大同，从立人根。从立人根怎么立？叫好，叫一对夫妻不要动性发脾气，然后生好孩子，生好孩子。所以作为未婚的女人啊，或者说已经结婚没有生育的女孩，你千万不要生气，你生气的结果会把这个毒，会把这个害带给下一代啊，影响的不只是你一个家庭。如果我们生的残疾人多了，生的脑瘫的多了，你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会受到冲击啊？所以大家要从这方面想。所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虽然说对一个啊国家来说啊，生一个有病的孩子啊不算什么，但是生到你们家，你就是百分之百，你就是百分之百。所以你要想到，做男人的王善讲的这些理论，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意义有多大？我是从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从这方面学的。因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像癌症啊、白癜风啊、牛皮癣，是吧？糖尿病、高血压，好多病西医、中医都治不了。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笑话。我今年是我们学校啊。我们毕业30周年啊，我就回我们学校了，我们医学院，我们大家联欢，我们学校认为我们学校培养出来是吧，这么多啊有本事的孩子啊，学生那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所以非列光荣榜了啊，是吧？啊，某某某人在美国什么杂志上发表、论文了，某某某人做出什么贡献了，在某某领域。当念到一个我的同学跟我关系非常好，一个寝室住过，他说某某某老啊的同学啊，成了中国现在著名的皮肤科专家。哎，我跟他熟悉啊，我跟他认识啊，又同学，一个寝室住过。我这人好开玩笑，实际上我开玩笑也是有原因，我是想叫他学学王善思想。那学医的都学了王善思想，那给国家省多少医药费啊，省多少人力物力啊。我说，所以我就诚心的啊，诚心拿他开玩笑啊，我就在那餐厅里头，我就大声说，我说呀，我说某某某啊，30年不见，这一不留神还成了我们中国的皮肤科专家。呵，我没想到我说这话，他就坐我跟前，我没看见他，他一下端着饭盒在这站起来，他说我成皮肤科专家怎么的？我成皮肤，他就那意思，我成专家怎么的？那意思你还不服？我一看这，我因为他跟我熟，我爱开玩笑。我说我听说你是皮肤科专家，来坐下坐下坐下。我说我问问你，那个牛皮癣怎么治啊？白癜风怎么治啊？他说这两个病根本不能治。我说你狗屁专家。这个啊，得28年的牛皮癣，那到我们那好了，哈哈一乐。头几天我们现在还有呢，我们的老师大连的，那牛皮癣后背这么大块，腿上胳膊都牛皮癣，哎，到我那这才几个月，2-3月好了。没打针，没吃药，是不是？你哈哈一乐好了。啊，所以你说他还专家，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你们就是专家，懂了吗？有病哈哈一乐就好了。所以你说善人道多简单，简单易行，不但能好病，还能维持社会治安。
还能维护自己。去年春节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台州啊，这福州那会儿有机场，是不是大面积飞机延误啊？3000多人滞留机场，是不是中央电视台都报了？大家知道怎么平息的吗？你看你准不知道，为啥呢？因为后来他平息以后，他就没报道。后来他们上我那告我去了，我告你怎么平息的？他们那个有个空中小姐啊，空姐，她说了，她一看那也打起来了，警察来好多，都维持不了治安，都打起来了，又砸柜台又干啥的。一看没办法，他就找那机场那个负责人，他说台长啊，他说我有个办法，他说但是我试试啊，要行就行，但是惹祸你可别找我。那台长说你什么方法？他说我现在不能告你，告你就不灵了。他说我试试，你在后头给我看着，反正惹祸了归你，要紧。一看没办法了，那警察来都不管用，那3000多人打起来了，那是吧，跟机场服务人员打起来了，没办法。他一看你有什么方法，来，那你就行，我跟着你。那空姐大家知道空姐都长得漂亮，是不是？那空姐然后就找那个，就到了那个冲突的第一线，我看见那个打架的那个，就冲着那打架的那个人啊，就冲着他走到他跟前，他正是吧打架骂街的，就冲着他哈笑的那人莫名其妙，心慌，你干啥呢？你莫名其妙。可是他一看那漂亮闺女冲他笑，是不是他不由自主他也笑，他也哈哈笑，他这一笑，这3000多人都哈哈笑，他笑完了，一看一会儿都走了。那台长一看就问他了，说：“哎，你这招从跟谁学的？”他说：“我跟我妈学的。”他说：“你妈跟谁学的？”他说：“天津有个爱心之家，那有个魏大夫，魏大夫说了，生气的都是鬼，乐都是神。中国不有个词儿吗？叫神出鬼没，一乐神来了，神来鬼就跑了呗。”怎么有人没笑呢？笑就来神儿，来神仙的神啊，不是来跳大神那神。咱东北跳大神也挺多，我告诉你，再告诉你小妹，要是来跳大神的，你也哈哈笑，那跳大神鬼他也跑。你说魏大夫这招跟谁学？我跟王大爷学的。有个老大爷啊，有一个老大爷，这老大爷有俩儿子光打架，所以他就找王大爷，他说：“三人呐，你看我俩儿子光打架。”那光打架，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做爹的劝不了啊。三说那是你就不会给儿子当爹。他说你跟我学。三说跟你那个他老大爷说那跟你学咋学？三说了，他说我要有俩儿子打架，在我跟前打架，我就拍拍他们肩膀，呵，好儿子，看我养儿子多好，长大都会打架了。学了得学以致用，这回听懂了吗？看这意思你还没懂，我再给你详细讲讲怎么用。假如你那儿子闺女打起来了，儿子儿媳妇到你这老婆这打起来了，你也别说话。你他说哎呀你儿子打我了，那个儿媳妇说的哎呀你看他又骂我了，他们互相告状，你别听着没听懂，你岁数都这么大了，你劝也劝不过来了，是不是？所以你怎么办？你就走他们俩中间，把眼睛一闭，然后哈哈哈哈
脸找不着他们了。你信不信？敢用不敢用？哎，你敢用你就没白听。你别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说完不对，人家小两口打架不记仇，晚上一看这多事老太太，你还遭恨。啥话不说，就乐。马路上看见打架的，你也别说话，你就在那哈哈哈哈，一会儿他就跑，根本就不用找警察。有的时候110来的时候还来得不及时，因为他们太忙，你就在那哈哈哈哈，一会儿他就跑。神出鬼没。其实王帅说的乐就是神啊，是吧？你放了神仙不做，你光撅嘴，哪有撅嘴的神仙？哦，对了，撅嘴神仙有一个瘟神。所以可做媳妇可千万别撅嘴，你撅嘴就成瘟神了。那瘟神就是送灾送病的呗，你想是不是？真这么回事。所以这一家子要想好，那媳妇就得乐。媳妇要不乐，那丈夫容易出车祸。真这么回事儿？你不信去调查去，你上交通队，凡是在那出车祸的，大部分都是那司机走神了。他为啥走神了？晚上没睡好，跟老婆打架。要不跟丈夫打架，打架一边开车一边一走神，哗撞的。你想出一出工伤的啊，凡是那个啥在外的容易出恶事的，都跟这有关系。你想是不是这道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家和万事兴。所以夫妻太关键了啊，夫妻的关系太关键了。所以现在我们盲目的学习西方，叫人人什么要自由，男女要平等，平等啥呀？你本来长得就不平等。你要求啥平等啊？人家男人结完婚，人家上班去了，你得怀孕10个月，你平等啥啊你啊？我告诉你，这就是告诉你要恪守本分。那你男人有男人的本分，男人的本分就是王善说的。王善说，男人是来还忠孝的债码来的。所以男人在父母在的时候，我们中国有句俗话，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在的时候全身心的尽孝，所以尽孝要学会孝身孝心孝性，还要学会孝老人的智，还要学会孝顺，还要学会孝敬。所以孝就能给大家讲一天。好多人不会孝啊，这个孝不是大孝，是孝敬的孝。你好多人会，他觉得哎呀，我农村的，我爹妈养我不容易，是吧？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挣点钱，我上大学了，我留城市了，我现在当大老板了，我有钱了，给爹妈来点钱就尽孝了。不是那回事，不是那回事。我有一次我上南方讲课去，接待我的是一个政协委员，是他主办的啊，市里的政协委员，他大老板，他主办的。但是我上他们家一吃饭，他们家那院老大啊，就在家里做饭给我们吃，这么多人。哎呦，我一看，我说你这好吗？这赶上解放前大地主了，好吗？他说我比地主大多了啊。但是他虽然这么好，可是我这一看他父亲和他，因为我们是看脸的嘛，我们一看他脾气太大。我说你啊，这得好好学学这个啊，你得先孝敬你爹。
他说啥？他说哎，魏大夫，你别提这，我对我爹可笑。他说你看你讲那些，我都做到了。他说我就一样没做到，干啥？有时候我爹一跟我说，我有时候呲瞪他几句。管不住自己脾气，所以他有的时候会顶撞他爹。我说你呀、啊、你说这太对了，我说你把我叫来，我说太对了，我说我别的不管，就管这个。孝顺啊，老人吃糠咽菜，是不是受饥受寒，把自己的儿女养大，为啥？就为了得到儿女的一句安慰，就为了得到一个啊笑脸。可是我们呢，我们给他房子，给他地，给他买吃的买用的，就是没好脸，是不是？就是没好脸。可老人需要啥，他能吃多少？好多人都不懂。所以我们学习王善思想，真的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太重要了。人为什么有病，都是大不孝，脑袋疼就是犯上了啊，老人腿疼那就是跟儿女生气的。你看你会了这两条，你就能好好多病，就这么简单。所以好多人不会，你做男人的就是来还忠孝在马，所以父母在，你就要全身心的尽孝。那么对于一个男人，在社会上对自己的供职的企业，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就要尽忠。什么叫尽忠啊？忠于国家呀，忠于你的企业啊！你是工人，你就要做好产品；你是老师，你就要把孩子教好；你是医生，你就把病人治好，这就是你的本分。现在是什么？大家都奔钱去了，为了挣钱搞伪劣产品，是不是？搞掺杂思想，坑人害人，连自己都害了，连你们家祖宗都害了。你卖油条，你掺杂食假，那你们家亲戚要吃呢，不是害别人吗？你卖衣服假的，你卖药假的，你把孩子都教坏了，是不是大家互相都在残害呢？所以我们唱的国歌，我们国歌真的每一次我唱国歌我都感触很深。我们唱国歌，我们唱我们国家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候，那是在抗日时期。但是我们想想，我们现在这国家是不是也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人心坏了，人心坏了，人心坏了，不是说他们人心坏了，大家看的都是哎呀贪官呐、污吏呀，这个坏那坏，你想想你坏没坏呀、啊？想想你坏没坏呀、啊？从我做起呀、啊！所以善人道没有什么，善人道就一个宗旨：管己不管人。世界要好，从我做起。王善人是一个农民，未曾读过书，没有老师，但是他得到以后，他说：“这世界美好是我不好，为什么？因为我是讲道的，我讲道的。”我是讲道的，我是讲道的。那社会上人做错事是因为我讲道的没给大家讲明白，所以是我错了。一个农民他胸怀全世界，而我们家就两口人，错的还总是别人，你差哪去了？天壤之别。所以我希望我们啊、沈阳我已经来过啊，算这次就第三次了啊，给大家讲课。我希望我们在座的一定要记住，我们爱心之家啊，我们爱心之家有个咒语，那咒语是什么？我错了。啊，所以我们义工老师的背心上都写着我错了，底下是给大家一个笑脸，那就是提示我们什么啊？这个图标我不客气地说，这图标是我设计的。我学习了王善思想，我才知道现在人吃不愁穿不愁，就是没有笑脸。你不笑，你撅嘴，你撅嘴能不得病吗？你撅嘴就是瘟神。用王善的话说，那女人这辈子要光撅嘴，
你上辈是猪。男人要这辈子光撅嘴，下辈是猪。你嘴总撅着，那不变猪吗？是不是？所以这我都会看。所以我现在谁听我课，我就教他乐乐呗，是不是？有吃有喝，干嘛不乐呢？那刘三说了，现在人都享福，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电灯电话，是不是？吃的是精米白面，穿的是绫罗绸缎，比王母娘娘还自在了，是不是？王母娘娘多少年才吃一回蟠桃啊？现在蟠桃那超市有的是，有钱就能买，你比王母娘娘还幸福呢，干嘛不乐？对不对？对，乐吧。乐就得了，是不是？那生在中国，你就要感恩共产党。为啥感恩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强大的国家，没有共产党强大的部队保卫你，是不是？能行吗？你要住伊拉克，你试试，是不是？你就当总统，你惹了美国，他弄个地洞里还给你抠出来弄死了。就得要感谢共产党，你说是不是？感恩一切人，感恩天地滋养万物。天地要不种粮食，要没有粮食，你吃啥呀？是不是？感恩天地滋养万物，感恩国家培养护佑，是不是？你上一个学不是说光老师教你，没有国家强大的支持，你能上了好学吗？是不是？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感恩老师辛勤教导，乃至于你得感恩农夫辛勤劳作，他不给你种粮食能行吗？所以我们如果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带着一颗感恩心，你说你能不乐吗？你那病从哪来呀？所以你听完我的课，你一定要学会乐啊！你一定要学会乐。所以我现在就光乐啊！我我现在光乐，吃不愁穿不愁，那乐呗，是不是？真这么回事？你看大家看我穿这身衣服，我们单位发的。我们单位现在管早点，管中午饭，我一天就吃两顿饭，完了，我又不花钱了，所以后来我才明白什么叫工人。我有时候我也格物，跟老三学的，老三人要有格物啥问题，格物不出来他就不吃饭了。啊，那我胖，他们说我是土性人，土性人贪吃，我都吃完饭格物的。反正我也格出来了。我一想，我吃也是国家的，穿也国家的，是不是？国家也管吃管穿，还给我工资，那我就也工人呗。你原来那工是是不是是干活那工？我现在改了，公家的工。这都王赞说的，工是工人，是不是？产是工产，那你就工人是公家的人，产是共产，那就为社会服务呗，那不就共产主义了吗？大家说是不是？你都带着这个心，都带这个心，你都在这跟大家为社会做一点事儿，是大家都想这个，真的是这样。我学习王赞的思想，我告诉大家啊，我在天津成立爱心之家。我还成立了孝心园，成立了感恩堂，成立了天恩堂，现在我又成立幼儿园，啊，干啥？我在我们那吃住全都免费，这不就完成了毛主席的遗愿了吗？是不是？共产主义嘛。所以你说，所以人活着做点这个事儿，是不是？这做这事儿它有意义，你说是不是？你说都我的，都我的，死的时候一样拿不走。多可惜，忙活啥？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人死的钱没花了。人活着趁着活着，学雷锋讲话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你说是不是？
所以这多好，这活得有意义，是不是？那毛主席说，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人民是啥？人民就是天，众人是天，所以你为天了，老天就为你。你说最早我哪学的？跟王赞学的。王赞说的，王赞说我守坟回来，我就不顾家了，我就为天下。但是我为天下，我就知道我儿子必好。为啥？因为我为天那打工了，那老天就为我了。所以他儿子后来成了苏贞女校的校长，啊，是不是？他孙子里头好多都是黄埔军校的校官。你看他爷爷做德行事了，孩子就得到庇佑了，啊，就像孔圣人，是不是？提出个理论大通篇，是不是告诉我们留下了这个大学论语这些东西，使得我们大家尊他为圣人。但是我真的，我在全国各地讲课啊，他72代、74代、76代孙子我都见了，大家看见一看，这是孔圣人的后代，大家都肯定坐在前排吃饭，前脚人家吃，说明什么？祖宗的德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这样干，就像《孝经》里所说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你身体有病都对父母大不孝，为什么？这父母养你不容易，是不是？怀孕10月，哺育3年，好不容易把你拉扯那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你有什么权利得病啊？你得了病以后，父母最担心，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做父母的最担心自己的儿女得病，可是你不想想，我们的老人是不是也最担心我们得病啊？所以你有病就是大不孝，所以你有什么权利对父母啊呼三喝六的还发脾气还动秉性，有的人还打骂父母啊。我在衡水讲课啊，我在那讲了一上午的课，他们当地的一个妇女的啊，就是妇女主任，县妇联的主任，他就老太太比我大几岁，他就噔噔噔噔噔从后台跑来找我来了，啊，他说魏大夫，你讲的太好了，啊，他说你长了一张能劝人向善的嘴，他说你讲吧，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你以后把这故事向天下人讲，啊，让他们都学会孝敬。啊，我说行，他就给我讲了，他是这次他遇上真事儿。啥真事儿啊？他说有一个孩子农村的，他后来呢经过努力他考上大学，留到了城里，他就在城里结婚了，所以呢他就不回家了，因为他念在他父母养他不容易啊，父母都是种地嘛，所以养他不容易，他每个月都给他父母寄生活费，每个月都20寄，可是他父母不认字儿。那么每次呢，那前不跟现在一样还有个什么电话，移动电话啊，是吧？那阵都写信，所以这个信呢和这个钱呢，他每次都寄到大队队长的手里，由大队队长给他们家送，按月送，从不间断。可是当这个儿子娶了媳妇儿以后，每个月寄，他的媳妇儿嫌烦了，后来他就想出一个主意来，他就跟他儿子商量，他说咱每个月寄钱太麻烦了，咱干脆给你妈来一大笔钱，完了以后就别寄了。你看这儿子也糊涂，所以呢他就答应了。然后这儿媳就以儿子媳妇的口吻给他婆婆写了封信，这封信写的是啥？我给大家念念。这封信是这么写的，他说：“爸同志，妈同志，新社会新国家，自己挣钱自己花。”在你们是我们的生身父母身上啊，把我们培养长大，一生啊含辛茹苦的不容易，所以我们每个月往您那寄钱啊，是给您交啊一些啊奶水钱，但是呢这样太麻烦了，所以现在我们俩商量以后决定啊，一次给您这么多的钱，就把
啊，这一生的养育之恩就都报答了，以后我们就再不给你寄钱了。那么这个钱呢，说话就到了大队队长手里了。大队队长一看，哟，给了这么多钱，哎呦，这孩子发财了嘛，还挺高兴。可是他打开这个信一看，傻眼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你说要把这钱给他留下吧，以后就没钱了，你要给他退回去吧，以后也没钱了，那怎么跟人家老人家交了呀？他一想，不行，这钱还不能给，先搁自己手上，先压几天。他没主意了，不知道他怎么代写回信了，所以他就格物了几天。后来他就格物出来主意了，他就以他父亲母亲的名义给这儿子儿媳回信了。他说，儿同志，喜同志，新社会新国家，自己挣钱自己花，这话说的没错啊。你虽然每个月给我寄钱，那么现在你又寄了这一大笔钱，念在你是我啊亲生儿子的份上，所以我这钱收下了。但是呢，我把你啊培养成人，现在成了大学生，那么你上小学这钱啊花了多少钱，上中学花多少钱，上高中上大学花多少钱，乃至于你结婚花多少钱，我都不要了，因为咱们是母子，所以这钱我不要了。但是我怀孕你，你在我肚子里住了九个月，这九个月冬暖夏凉不用你吃，吃喝不愁，所以别的钱我都不要了，你就把我这九个月的租房费给我就行了。听懂了吗？所以这通过这一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做儿女的别说你啊哺育三年你喝你妈1407升的奶，奶是血做的，你是喝着父母的血长大的，你就连那个他九月的租房费你都给不起，你有什么权利不孝父母？能听懂吗？所以啊，所以啊，希望大家听完我讲的这故事，回家赶紧尽孝啊！树欲静风不止，子欲养亲不待。当你哪天学明白，你再想尽孝，他要不在了，留下终身遗憾。终身遗憾，因为这里头还有一个故事啊。有一天，一个大老板，也是家里头都是农村的，他现在发财了，他觉得呵，有的是钱了，回家跟他爸老唠嗑啊，聊天。他就说：“爸呀，咱现在有钱了，你有什么心愿呢？”他爸说：“嗨，我这么大岁数，我能有什么心愿呢？”他说：“哪天你有空的时候，领我上北京，我想上天安门这样的，像毛主席一样，冲天安门楼底下那些人招招手就行了。”他爸，大家说这愿望简单吗？太简单了，是吧？上个天安门50块钱门票就能上了。按说挺简单的，那儿子一听，嗨，你就这么点愿望？行行行，没事，哪天我有空我拉你去。哎，说完就完了。但是三天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三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找到空，因为太忙啊，公司忙啊，开会啊，谈合同啊，是不是？可是有一天家里来电报了，父病危速归。他一看父病危速归，赶紧坐车回家呗。可是回家的道上，人家又来消息了，爹死了。回家一看，料理丧事呗，把丧事都料理完了，家里空厂房了，没人了，自己就想了，坐那想爹跟爹的交往啊。哎呦，一想，我爹以前活着有啥事没办呢？哦，忽然想起来，我爹活着就想上天安门城楼上冲马路上人招招手。做不到了吧，再想做做不到了，是不是？是不是留下遗憾了？再趁多少钱有用吗？
你八十不死，想起对父亲的这一份小小的愧疚，你是不是不会心安理得啊？何必呢？能听懂吗？孝亲不能等。做善不能等，世界上就两件事不能等，做善不能等，孝亲不能等，因为你不知道这世界上变化多端，是不是？所以人的生命就在呼吸间，是不是？人的生命就在呼吸间，你上气接不上来下气，那就完了。所以赶紧做工作得，赶紧做工作得，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这是我们男人一定要知道，这个你自己的身体来自于父母，你就得病了，跟别人生气你得病都是大不孝，这才是孝之始也。要按孝经上说，人作为一个男人应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忠心，是吧？我们人活着，你就要把自己学的道理啊告诉大家，同大家分享，最后怎么办？叫人一说，哎呀，是你们，就像王善一样立身行道，扬名后世，那大家最感谢谁呀？最感谢是老王家的祖宗。所以王善说了，我给我爹守坟的时候啊，他们都一到坟地都哭，他说我在坟地乐，我乐啥呀？我他们死了爹妈就觉得哭爹哭妈，他说死人哭啥呀？凡是死人哭的都大不孝，亏孝道你才哭呢。他说我爹死我不哭，为啥？我该怎么尽孝尽孝，我都尽完了我就乐，所以不单我乐，谁到我坟地里的找我讲命，我给他讲好了，他不给我磕头，他给我爹磕头，我爹一下多这么多儿孙给他磕头，他躺地下他也乐，是不是这么回事？这就叫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忠心。是人家都会感谢王家的祖宗生了一个王善人，是不是？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我们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这些道理学明白，我们把自己忘了啊。所以好多人，我们在座的好多人发心，我听说今天外地的好多啊，都是想在各地创办爱心之家的人啊，希望把大家把王善人的道传给。所以我也嘱咐大家一句，什么？如果你希望在你们那开爱心之家，我觉得很简单，你就把王善人的化性谈家言录和王善人的家庭伦理以及王善人的言行录你跟大家分享。王善人言行录，王善人的言和行，他这一生，他这一本书里头65个故事，我们通过学习知道，王善人的每一个故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从让肚兜到放学，到放牛，到给东家打工，一直到他最后死，没有一个故事里头有一句我字，没有任何一件事有为我怎么的。打工他跟东家说，我不讲价钱，你看我值多钱你就给多钱。他让肚兜他想的是他妈，他放牛想的是牛，他烧炕想的是房东，所以他没想过自己。我们学习王善思想，你想想你们家的苦，你身上的病哪来？都是因为有你，有一个我自在。所以好多人听完我的课就觉得，哎呀，魏大夫你讲真好，我媳妇要来好了，我丈夫要来好了。你来了你好了吗？你先问问你好了吗啊。所以王善人的道就是只管自己，管自己的缺点，你别管别人的缺点，别人的缺点是你糟的，是你糟的，真的是这样。你不信，我一问大家，真的你就知道，这都是我在啊开爱心之家的时候我总结出来的。有人说了，哎呀，我丈夫脾气可大了，那他除了打就骂。我就问他了，因为我也格物，我就问他了，我说你结婚那天洞房花烛夜那天你丈夫就打你啊？他说那天没打。我说哪天打的？
他说隔了三年，隔五年，隔了十七年，我们俩才打架。对呀，结婚洞房花烛夜他不没打你吗？不是三天以后、三年以后、十年、八年以后他才打你啊？为啥一个人家好人不会打人、不会骂街的，怎么到你手里就会打人骂人了？不叫你给逼出来的吗？有人听了我这话会不服，那么咱就接跟老三人学学，咱格不格不？假如洞房花烛夜的时候，那天你往屋里一去，就没人了，屋里就剩俩人了。你丈夫说：“哎，你在那趴一会儿。”你要趴一下，趴那了，然后你问你丈夫：“你说他这姿势行吗？”你说他会发脾气吗？大家说会吗？你趴那，你问他这姿势行吗？你顺着他就不会发脾气，他叫你蹲着你就蹲着，他叫你趴着你就趴着，他会发脾气吗？他叫你趴一声，你说我凭啥趴，我怪累的，我得坐会儿，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你丈夫就说你趴会儿吧，你说我就不趴，他说你趴会儿，我就不趴会儿，是不是？他一急一瞪眼你才趴。大家想想，是不是任何一件事都是因为你不顺从最后导致的家庭矛盾？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包括我们教育孩子也是一样，你说孩子吃饭了，孩子说等会儿，你待会儿他还没来，你说孩子吃饭了，你说等会儿，他又没来，你说孩子吃饭，他说等会儿，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想想。所以是我们没有明白对方人的道，是我们一意孤行，最后把自己周围都给弄得跟我们反对了。那么这就违反了善人说的道，叫夫义夫顺。你没顺，因为你固执己见，你有你的主意，你就觉得你对，你孤芳自赏，是吧？这就像我们木头一样，一个棍儿，是不是？那王善人说的啥？王善人说一个人不是人，一个人叫自己，有了别人才是人。所以我们的人字才这么写，一撇一捺，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有了对方人的支持，才能够立于天地之间。你得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夫妻也是一样，夫妻是互相彼此支持的，也就是歌里所唱的军功章，有你一半也有他一半。但是过犹不及啊，我这儿没黑板，我就不给大家写，我有黑板啊，在这儿啊。你看一个人如果固执己见，你说是不是一个棍儿啊？那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是一撇，那有了他人啊，这叫一捺，这才叫一个人。所以他才会立于天地之间。所以我们人头顶的天，脚踩的地。为什么头顶天脚踩地？头顶五伦，脚踩八德。所以这才是一个人。五伦是什么？五伦就是君臣啊，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五伦做得无亏了，你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那么用王善人和刘善人说的话，我们说五伦不亏，是不是？五伦不亏，你格不格不？五伦当中君臣实际上就是父子关系的延伸，朋友就是兄弟关系的延伸。所以五伦关系真正要搞的就是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和兄弟关系。所以用王善的话说，道是什么？道就在家呢。所以家道，家道，道在家呢。可是家道里头父子哪来的？没有夫妻哪来父子？妈妈不生孩子哪来兄弟啊？所以说了半天，道真正的道在哪？真正的道就在夫妻。所以学道就学这俩人，
就学怎么处理好这两个人的关系。如果这两个人太好了，太好了不念人，念个叉。你说我们这俩人没那么好，各睡各的觉，各说各的话，这字念八。你说我把丈夫气死了，我把老婆给克死了，就剩个棍儿了。所以如何做好，如何做好一个人，这里头太有学问了。所以王善人告诉我们，夫妻关系领妻，男人领妻不管妻，女人嫁夫不累夫，各尽自己的道就行了。相互之间不能要道，不能说你是我老婆你就得怎么的，这叫要道，是不是？你说你是我丈夫你得怎么的，你又要求别人了。所以行道就请自己，自己是丈夫，是丈夫就尽丈夫道。怎么能做一个好人？要三纲不倒。什么叫三纲不倒？性纲无脾气，心纲无私欲，身纲无嗜好。啊，做女人的就要，好，谢谢啊。做女人的啊，就要性如水，啊，像水一样，啊，是不是？像水一样，上善若水。所以女人不能有脾气，啊，女人不能有脾气，有脾气不是水的，有脾气就水里有火了，有火那水就开了，水是往下走的。我那天往赤崩了，遇上老太太，老太太一说话就崩。我说老太太，女人性如水，您像水吗？她说我老水了。我一听我得顺着她呀，我也不怕得罪她。我说您可不老水了，一说话就崩。我说您那水往上滋，吃水枪。所以女人的水不能做成吃水枪，做成吃水枪就伤人了，要做得像大江大河一样啊。所以这是王善人讲的道。那么作为男人是来还忠孝在马来，那作为女人呢，女人就是来还伦常在马来的。啊，为啥呢？因为你带着还伦常在马的零件了啊。你要不你咋长子宫长乳房，男的咋不长呢？你就得生儿育女。所以你女人就，你老天给你这些零部件就是为了叫你生儿育女。所以生儿育女你跟男人就不一样，你就得给天下生好人，不但给你们家生好人，也给社会生好人，给世界生好人。所以用王善的话说，结婚是为世界，生孩子也是为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年轻的夫妇，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结婚的重要性。你去带着啊，你去带着结婚为世界，生孩子也是为世界的念，你胸怀全世界，所以你孩子生下来才会成为世界上有用的人才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因为什么？你纵观历史，孔圣人他母亲颜征在，他为了给世界生好人，他没生孩子以前，他先上泥山去祷告，他要禀告天地，他要求老天保佑给天下生一个好人，所以他才生下来万代师表。而我们现在女人结婚哪是这回事啊？大操大办，不但把两头的老人家里头催祸一空，使他们成为了房奴，使他们成为了钱奴，最后自己啊醉酒入洞房。所以哪天怀的孩子还不知道，现在人人有个手机，没事就打着手机里头，是吧，去看那些个色情啊暴力啊打游戏，是不是？你看看那里头那些动画片，那都是吧丑八怪一样，你天天看那个玩意儿，你万一生孩子一下人有阿赖耶识，看什么都不忘，
你天天根本就不懂得赛尔思想，根本不懂得古圣先贤的思想和文化，你都不知道他们长得啥样，你天天看的都是游戏机，看的都是动画片，没准哪天你就生出个格格物来。你说这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你醉酒入洞房，你生那孩子他就不会好，是不是？你没找到好的心情，你没找到好的时辰，生孩子就不会。所以你生孩子就先天畸形，生孩子他就脾气暴躁，生孩子就得病。这不是说学西医学赛思想老赛就告诉你了，我告诉大家，真的是我们东陵养老院，就是李老师李杰老人啊，领我去东陵养老院，王老太太她就会这个。我当时李老领我去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老太太100多岁了，老太太，我说您当年道德会里的你都干啥呢？他说我就摘菜的。我说我就摘菜的，我就在那摘菜听的。我说那你会点啥？你得教给我点。他说我啥都不会。我说你啥都不会哪去？你最起码得教我点。我说我是大夫。他说我别的不会，我会生男生女。想生男的生男的，想生女的生女的。你说你西方医学他会吗？西方医学再发达，他会的什么酸性环境、碱性环境，瞎扯，什么是那回事吗？根本就不是。所以王三人道将一个老太太能学会了，是吗？是天地万物都是有规律的。你说未来你会了，会也不能告你，违反国家政策，是不是？违反国家政策，会就我就告诉你善人思想有多么完全。所以善人这一生，把人这一生如何生好孩子，如何生男生女，如何培养好孩子，如何啊，人如何在生活当中应用，乃至于死的时候上哪去，都给你割入出来了。我们中国就有这样的人，我们干嘛不去学？我们真的是所以我们说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先给我们留下，我们作为后辈人，我们学了，我们如果不把它继承下来，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有愧于我们，是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啊，通过我的学习和跟大家的分享，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有识之士，你们比我有能力，比我啊有本事，也有悟性，我真的希望通过我的抛砖引玉啊，把你们大家学习三人思想的热情啊调动起来，大家彼此的学习，彼此的参照，是不是啊？互相学习，我们把善人的思想啊，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下去，因为这些文化它不单是有利于中国，它对人类都有相当大的好处。就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历史上都没有不打针不吃药就能好病的，所以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家听传统文化啊，是吧？南京中医药大学院，我叫郭立宗的教授，他在赤峰讲课的时候，我也坐在第一排，所以他在课上说，他说中国出现一个王善人和刘善人，他们发明的五行性理疗病的方法，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就可以使好多医院里治不了的疑难杂症无药而愈，他们必将啊引起人类医学史上的一场革命。我听完以后，我在底下拼命给他鼓掌，为啥？我为啥给他拼命鼓掌？因为我就是实践者，我在天津成立爱心之家，全国各地方人，新疆的云南的四川的啊，所以南来北往的，甚至外国的台湾的澳大利亚那个日本的美国都有上我们那去学习的。所以我们这4年多，我们对任何人不收一分钱，吃住都免费。我觉得没有王善的思想，我自己真的达不到。所以今年啊，今年是今年
清明节的时候，我派我们的义工好几十去毛主席纪念堂。我因为要讲课，我就没空去。我告我们义工老师，我说你们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时候，一定要跟毛主席说两句，替我说两句，啊，说毛主席，您老人家在这安息吧，共产主义我们帮你实现了。不费一枪一弹，是不是不用死人？我们把王善的思想传遍全世界。我也在这儿跟大家不吹牛的说，我们全国到现在各地建立的爱心之家已经超过了50家。他们到那都吃住免费的，啊，都吃住免费的。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全国从50家一直到有500家、有5000家、有50000家，我们是不是好多人就得到了安置？是不是就缓解了家庭矛盾？是不是就给公安局减少了负担？是不是给医学跟医院也减少了负担？所以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所以这样的事儿我们不干，我们有了，我们学会了，我们不干，我们真的对不起祖宗。所以我希望大家啊，能够通过我跟大家的分享，大家真的要发心去学习，去做一点人生啊，吃多少穿多少，吃不了多少，你就给你一个别墅，你也不能躺那轱辘着睡，是不是？躺那一直睡是吧？从这头轱辘那头去，这宿就别睡了。给你个满汉全席，你能吃几碟几碗啊？是不是？甚至我们有的老师一天就吃一顿饭，一天就吃两顿饭，根本就吃不了多少，穿不了多少。所以，大家干什么？把富裕的时间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所以我啊，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医生，我现在的体会是啥？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叫别人快乐。是叫别人快乐。他有病了，通过你一讲他好了，是不是？不打针不吃药。他夫妻闹离婚了，通过你讲和睦相处了。不孝敬父母的，不孝敬公婆的，通过你一讲，不用签合同，他一孝敬，孝敬一辈子。你说你不幸福吗？所以我们不用说，哎呀，怎么可劲儿的念佛，一天念30000声，一天念100000声，啊，然后非得天天乐都不会，啊，撅着个嘴儿要死了成佛。你那冰凉棒硬的，藏得了佛吗？现在我体会，因为我也是学佛出身，现在我的体会是啥？就我们没事就乐，成天乐，是不是？一天只要吃饭睡觉，闲的时候看书学习，空闲时候就乐，没事乐呗。你天天乐，天天乐，活到150，一闭眼极乐。就乐，你乐极了，不就一闭眼就极乐了吗？是不是？哦，你活着天天撅嘴，脸铁青，长得都跟黑老包一样，死了能乐？乐啥呀？乐那就僵尸了。所以你乐，你还得会乐啊，你还得会乐，你别在哪不该乐的时候乐。啊，你别跟陈大慧学。陈大慧那天我看他光盘，我看完以后我一想，哎呦可惜了，他要学善道了不起，没学善思想。他乐他怎么乐？他也隔不到了。他说现在人生活这么好，怎么都不乐呢？所以他们家住高层，20几层，他有一天坐电梯，他自己进电梯，等下电梯又进来一个女的啊，40多岁，他一想电梯里就俩人，你说都绷着脸的怪尴尬的，他冲人一乐吓一跳，吓一大跳。你光盘里讲的啊，吓一大跳，他一乐人吓一跳，赶紧靠在电梯上不说话，瞪着他。等电梯到一楼了，一开门人家一箭步跑出去，这都给吓的。他一想，他正纳闷呢，心话我冲你乐也没坏意，你怎么跑了呢？他刚想到这儿，人家一个箭步又回来了，指着他脑袋说，你神经病，你冲我乐什么？吓我一大跳。可委屈死陈大慧。陈大慧说，我不就乐一下吗？
谁要认识陈大会老师，你快告他，给他捎个信儿。乐的时候分时辰，你别躲，你得明白，学三思想就知道，得明白对方人道。你别给人堵电梯里冲人乐，你马路上冲人乐，最起码有个跑的机会。你堵电梯，人以为你干坏事儿。你蹲厕所，你冲人一乐，人以为你要抢手指呢。这叫啥？打天时。就是你得明白对方人的道啊，就是这人你得明白对方人怎么想的。你给人堵电梯里，你冲人乐，人家可不害怕，是不是？所以我们人啊，我们做人一定要明白，这是老善说的。老善说，人和人相处一定要明白对方人的道。你不能见了和尚，你跟人说立正，敬礼，你把和尚吓一跳。你会看见警察，你说阿弥陀佛，警察说你给我变去。听明白了吗？你见到师傅，你在阿弥陀佛；见警察，是不是？警察叔叔，你这人一看，人懂礼貌，这叫啥？打天时。你别瞎来，人家中国人习惯了，是不是？习惯了，看谁都问吃了吗？饿怕了，遇到谁的问吃的，吃的问你得问，你得看在哪问，是不是？人家刚从饭馆出来，你问吃了吗？那还行。刚从家出来，问吃了吗？那还行。所以这点咱中国人应该改改这个口头语，学外国人你好我好，是不是？早上好晚上好，你别逮谁都问吃的，人刚从厕所出来，你问人吃了吗？那你叫人咋回答呀？人家到底告你吃是不吃啊？所以这我告诉你啥，就是要明白对方人的道。你别你看人家不管从哪，你也没问他，他不知道咋回答。你要问我，我回答完你更尴尬。你要问我，我要刚从厕所出来，你要问我吃的吧，我就告诉你，给你留着。谁让你问我这？讲个笑话逗大家开心，怕你们不乐。因为我听我们吕丹老师说了，不但有喜糖吃，你们一会儿还有那个明面包吃，那你们乐完了胃口大开，那多吃些吧。但是你要学会了，我为啥叫你乐？精进乐道，乐才能记得住。如果我给你们都讲郁闷了，你一回家吃完饭全忘了。所以你就得学会乐，乐的听我说话，乐的听我讲课。记住啥？我给你讲这些故事是为了叫你明白，人要明白对方人的道。你给人做媳妇儿，明白做丈夫的道；给丈夫做媳妇儿，你得明白媳妇儿的道。就相互你得明白，你听明白吗？所以你做妈的得明白儿子道，做儿子知道妈怎么想的，这就不枉为人。我们为什么在生活当中有矛盾，就是因为不明白对方人的道。大家都是啊，在生活当中犯错误，犯在哪？就犯在自以为是，然后孤芳自赏。所以我们很多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在那说，我认为，我觉得，我想，你看全是把我搁头里。你学习王善思想，你一定要先替别人想，放牛你去替牛想，你烧炕替房东想，是不是？孝敬父母替妈想，
哎，我们有的儿子啊，说了，说魏大夫，哎，我感谢爱心之家。我说怎么的？他说我原来我们一家都大不孝，我学了三十四讲以后，我觉得我们一家可孝敬了。我说你们孝敬都怎么干的？他说你看，我妈有五个儿子，我爸死了以后，我妈你看自己一个人过得太孤单，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没人管，那怎么办呢？我们五个人轮流，一个人养我妈一个月的。你看我们家一直坚持半年多了，没有纷争，大家都心平气和的，多好。你看是不是自以为是啊？后头孤芳自赏，他还觉得对。我说你呀、啊、在我们这学爱善思想学两年了，你还以为你对了？你对啥呀？我说我给你分析分析。我说你大哥娶媳妇山西的，爱吃醋，你妈到你们家跟着吃一个月酸的。我不说你也明白了，是不是？你五个媳妇酸甜苦辣，是不是娶的都不一个地方人？再加上你媳妇吃素的，不吃肉，你妈又跟着吃一个月素，你妈是酸甜苦辣五个月全吃了，你还以为孝敬呢？哎呦，我一说这他傻了，他说：“哎呦，魏大，你一说我这没想起来，你看看，没学就自以为是对，没替老人想。”老人想的是啥？老人想的是吃软的，是不是？吃好消化的，吃点粥，吃点汤，吃个顺口，吃个顺序，啊，是吧？叫你那个带个乐模样给他，他就高兴了，他吃不了一口。可是咱想的是啥？按轮换呗，轮换呗，三媳妇撅嘴，四媳妇撂撅子不给做，你妈就啥窝囊气都受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大家一定想到，听完我们这课，你就想，爹妈不管有几个儿子，你就想，爹妈就生我自己，我管不管？如果你觉得爹妈就生你一个儿子，你就应该管，生你一个姑娘，尤其现在我们独生子女家庭，爹妈就生你一个孩子，爹妈有病你就得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所以你如果真正的落踏实的做儿子的，只管自己孝不孝，所以你只管自己，别人那八个儿子把那八个姑娘他们都不管，你心里想，我就我自己管，我也无怨无悔，是不是就给兄弟姐妹做成了榜样，这一家子就赚了。这样去争着抢着去孝敬爹妈，而不是争着抢着趁着爹妈有劳力的时候能干活的时候抢着搞爹妈，给叫爹妈给自己当保姆。你不带着这个心，你说你这家是不是就会好？所以当年老善人就是这么干的。老善人他爷爷有四个儿子十四个孙子，没人养，所以老善人被他姑父骂的时候，他姑父就说了：“你们老王家啊，一筐木头都削不出来啊，都削不出来一个楔子，就是做木匠活那楔子，这是很难听的，东北是很难听的骂人话，就是你们家没一个成材的材料。”老善人听了这话，他根本别人骂他，他根本就不生气，而反思为什么我们遭人骂呀，免得我们儿女大不孝啊。所以怎么办？他心里就励志，人遇到逆事就要励志，励志干什么？他当时就励志，那你们家为什么富啊？明年我上你们家打工去，我看看你到底怎么富的。甚至心里想，我给你打工，我不要钱，我也叫悟你的道，你为什么富？当他真的明年给他姑父去打工的时候，通过这一年多的干活，他仔细的观察格物，最后他格物明白了，原来孝能致富。这个姑父太孝顺他妈了，即使是遇上邻居啊，做事做得不公平，他也听他妈的话。所以老善人明白这话，明白了这件事，马上回去就去找他爷爷到村口，他就问他爷爷：“爷爷，你认识我吗？”
他爷爷说废话，你我孙子我不认识。啊，老三说你真认为我是你孙子？老三爷爷说那可不，你我孙子，你是我真孙子，我不认识你。老三就告，你既然认我是你孙子，那行，你跟我走吧。我不是你孙子吗？你跟我走吧。他爷爷说我跟你干啥去？他爷爷不知道他啥心思啊。我跟你干啥？他说我是你孙子，我养你啊，你跟我走，明天转皮不会卷上我们家。你看他从那以后他就去尽孝了。而用王善的话说，善人的爷爷在他们家待了3年，他们给他爷爷包饺子吃，他跟他媳妇吃素叶，对他爷爷就这么好。他爷爷3年死的时候本来是驼背，接家来是驼背，死的时候腰背都直了。啊，说明什么？我告诉大家，我不知道我讲完这故事大家听了以后有什么体会，但是我自己看完这段故事我有俩体会。第一是啥？孝能致富，是不是？所以善人后来他们家发财，是吧？善人他们家不为吃喝发愁，他才能立身行道，扬名后世。这是我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是啥？我是大夫，我知道原来人要罗锅了，驼背了，孝能把后背弄直了，我就会治罗锅了。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对，你们怎么不乐呢？那善人后来又说了一句话，善人说，我自从我把我爷爷接家里那一年，我老婆才有的王国华。说明什么？他孝敬他爷爷了，他才生儿子。所以我作为医生，我看完了这故事，我马上就知道了，凡是那个结婚好多年不生孩子，大不孝。没孩子，你就上马路上找一个孤寡老人当爹，你养着他，他就有儿子，对不对？天不亏人，天不亏人啊！我告诉大家，我手里还有一本书，我那本书也是郑义时写的，那是王善人写的《王凤仪言行录序》，那里头有个故事。当年道德会有一对夫妻，他名字我忘了，他们在道德会工作了20年，他们男的都51岁了。有人就问善人了，说善人呐，他们两夫妻在道德会已经服务了20年了，他们俩怎么没有儿子的？善人说他一心一意为公，都干了20年了，他要没有儿子就没天理了，2年以后他必定生儿子。那他果然就生儿子了。所以我们老祖先说的叫诸事不顺皆因不孝。所以我希望大家啊，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多时间，我就不给大家从头到尾的去捋应该怎么尽孝，孝身啊，孝敬啊，孝智啊，是吧？就不给大家捋了，因为咱们这有爱心之家，大家也可以到那去学，网上也有我们光盘啊，大家去看看人应该怎么尽孝。所以你想想，你就这一个孝就能够孝感天地啊！我们李老在这可以作证，当年道德会里就有老的道德家，他不用去讲病，不用说向我们去看土性啊火性，不用，你找他，他就告诉他你有啥病，去回家给你妈磕头去，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有病给你妈磕头，向你妈忏悔就好了，你就给妈磕头就能好病。所以我们现在人得病都觉得自己有理，都觉得别人没理，所以我们就越气越怨，心里就越生气，越生气最后导致不是生灾就是长病。所以我们的病哪里来的？都是生气上火得来。如果大家真的能够做到不着急不生气，遇到啥事儿都好，遇到啥事都好，千万别怨人。
你说我怎么能做到不怨人？我告诉你，就记住一句话，这都是我跟老道德家学来的，咋好咋好，咋地都好，就咋地都好。因为一切的环境，因为一切的环境都是你自己感应来的，所以你不认命是不行。所以王善说，人要不乐，不乐就生心眼了。所以女人不乐就俩原因，第一不知足，第二不认命。所以你看到别人有缺点不符合你心思，你才会生气着急，所以你才乐不起来。我们这人，我们学完道，我们都特傻，所以我们看啥事儿看不懂，所以就乐。你要觉得乐有点简单，你就再加个字儿，你傻，傻乐傻乐的。傻乐傻乐就行了，遇到啥事儿哈哈哈一乐，完了，过去了。为什么？该发生的事儿已然发生，你笑它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忧愁也是一天，干嘛不笑呢？碗摔了，碗摔了，还是把碗摔了，岁岁平安，哈哈哈一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说你个缺德孩子，怎么把碗给摔了？拿棍子把你腿再打瘸了，你说还赔进去一条腿。听得懂吗？所以呢，所以你明白这道理，坏事是好事啊，坏事是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本来骑马的，一下不小心把腿给跌瘸了，他就说看多倒霉，你说骑个马是不是还把腿摔折了。他本来挺忧愁的，回家一下乐了。为啥？人家那正抓壮丁，凡是腿不瘸的都当兵去了，都当炮灰了，一个没回来。他们村就一个男的，就这瘸腿的。生活上的不如意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坏事。所以路在脚下啊，就展望未来。所以遇到啥事你就想都好的，都好的啊。所以你这样想，真的，我们现在做过实验，是不是？把那馒头也好，米饭也好，你搁在那，你心里想我爱你，它就好；你说我恨你，它就长毛。不信你回家做实验的，它就这样。人的意念是有能量的，所以你遇到啥事儿，你就都想好，你别想坏。你儿子一上诉，你说哎呀，你就上诉吧，长大肯定当小偷。他本来不知道啥是小偷。你给他加意念说的是小偷，所以他就想小偷是干啥的。哦，小偷是偷钱的，小偷咋的，他慢慢他就往那上发展的。你要会说话呢，你就告诉他，哼，你看我儿子从小爱爬树爱上房，干啥？上房子站得高看得远呢，他长大肯定是宇航员，要不就飞行员，是不是？要不就是是不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引导。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不是你骂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学完了三十四讲，你一定要明白，你一定要明白，世上事都是好事，没有坏事。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你就是咋好咋好，咋地都好，是不是？你要觉得麻烦，你就干脆都好就得了。所以你要说都好，那你就乐，听明白吗？啊，就乐。你说有错，这世界上有错不？有错，谁错了？就你错了。丈夫不好，丈夫不好，怎么被你爱上了呢？14亿人口了，怎么就单单你长得丈夫不好，你中奖了？所以你认命吧。
认命就是改自己。当你自己好了，别人就好了。所以我们的义工老师头几天跟我分享啊，跟我分享，他咋分享？他说魏大夫，他说那天我们一个义工，我在他跟前，他从我跟前一过，我一看，你看我也没招你，你怎么撅个嘴呢？烦恼了吧？可是他通过我们那学习，只管自己不管别人，他就想，嗨，我管他呢，他那撅嘴不撅嘴，我冲他先乐不就得了？他说我一想，我就冲他乐了一下。他说没想到我冲他乐，他冲我乐得更灿烂。他说我这份才明白，原来那撅嘴不是冲我撅的。你说这不就正好应了啊？我们圣贤啊，我们古人说的一句话：世上本无事，庸人常自扰。是你心里不阳光，你才看到别人不阳光。所以你看到别人不阳光，你就不阳光，反映到别人那还是不阳光，何必呢？直接就进地狱了，直接就进地狱了。如果我们看到什么事儿，我们都哈哈笑，我们遇到什么事儿，我们都高兴，是不是？为啥？认命，认命就得了。所以我学习赛思想啊，所以就像刚才介绍，我土性，土性人信实，我看善人书啊，我看善人书我就信，为啥呢？善人没干过坏事，是吧？不抽烟，不喝酒，不耍大钱，他是个善人。那善人是个好人，好人说的话你干嘛不信呢？你信就得了呗。所以我学习善人思想，我就一个信字，他好人我就信，他说啥我就这么干。因为好多人到我们那儿他不信，他信自己，他说魏大夫我忏悔真能好吗？你看他问我真能好吗，我说王善说的，天不杀悔过之人，弥天大罪一悔便消。有病就是有过，过就是过失，有过就是有错，错就是错误，有错就是有罪。但是你就是得了癌症，得了牛皮癣，你也不是弥天大罪。那王善说的，天不杀悔过之人，弥天大罪一悔都便消啊，是不是？那你干嘛不信呢？他还问，那真能好吗？我说我们爱心之家没有妈，因为爱心之家的妈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到我们这就能好，怎么这玩意？你得想着你能好，你想着我还有人说了，魏大夫，我特相信你，我到你们爱心之家，我就想了。好就好了，不好我死劲儿我也死你们劲儿。过责了，我那爱心之家又不是殡仪馆，你死我那干啥呢？千万别想过责。你想你一定能好，为啥？你不就是犯点错吗？犯错你改了就好了呗，是不是？性格不好，多嘴的。有人说了，魏大夫，我管不住我嘴，管不住嘴，那你就闭眼。管不住嘴，你为啥管不住嘴？是因为你眼睛看见错了，你那嘴就管不住了。所以我号召大家，凡是管不住嘴的，你先管住自己眼，先闭眼。有人说了，魏大夫，我学佛十多年了，我说你那眼睛跟佛一样吗？不一样，为啥？那个眼跟个贼眼一样，冒金光，杀人的光。你看人家佛那眼慈悲的，是吧？你那眼冒凶光，说明咱你爱挑人毛病，所以你才招来不顺。所以是我们错了，啊，是我们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啊，既然我们学善了，我们就要有善心。用老法师的话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100多年前我们的王凤仪老善人，他告诉我们，学佛的人要存佛心，说佛话，行佛事，当体成真，你就是活佛一尊。所以我们
我们说到叫大家成佛，不是说叫你去死了去成那个佛，那是迷信。你学你成佛是佛，是一个觉悟的人，你活着做佛一样的事儿，你就是活佛一尊。所以你就存佛心，遇到事儿你先格物，先别干。遇到啥事儿你都想，假如观世音菩萨来了会怎么样，释迦佛来了会怎么对待这事儿，你先存一个佛心，然后他怎么说他怎么干你就这么干。那你用毛主席话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那你天天去做这样好事，大家是不是都会觉得你就是佛菩萨再来呀？是不是？这你不就是活佛一尊吗？所以你努力的去成一个活佛，去成一个好人，是不是？你别自己学了以后你自己吹牛，我是佛，我看你是苍蝇。为啥你飞得来的不是苍蝇就是小鸟？所以学习王善思想就是一句话，不谈玄不说妙，只讲当人之道。所以做人当好人，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儿子，做一个好爹好妈，做一个好老太太。所以一切都是从夫妻开始的。所以啊，我们今天遇上了张灯结彩的大好的日子啊，我们老师已经把音乐响起来了，说明什么？我们吉辰已到。